这件裤子很赞哎，你们真的要买起来，就是棋盘格系列的。然后它的那个版型跟材质，就是跟我们上次双十一那个素色那款是一样的。对，所以裤型啊，你们就知道了，它的裤型啊，真的就是大家穿都是超级喜欢的。对，买过素面就知道这个它的那个质量就是超棒，厚磅数，而且有直重，所以有挺度，裤型很直顺，完全不会膨胀。建议就是可以小一码选购，然后 L 号一定就基本上一定可以穿到 XL。跟上次那款素色啊是一样的材质，只是它这一次的就是上面的那个坑条的压纹啊，这次这款它是比较像是不规则的感觉。然后啊，这种绒料都会带一点点就是自然的光泽感，看起来很有那种高级感。裤长啊是接近落地全长，然后就黑白格跟黑灰格两个色。这是我们搭的老鼠上衣，这件老鼠很可爱，它是涂那个图腾风格的，好可爱哦。然后它是笑脸外单特殊款，然后这里呢手袖这边一样有做到配置，然后配色黑灰底黑袖，然后灰色老鼠，然后它的这个老鼠的英文字也是电绣的，质感超棒。然后得了外加绒，得了那里是这种软的泰迪熊毛毛，也是厚棒，然后亲肤跟保暖。这个是等一下，这件是不是会很容易断货？那个厂商好像是 Oh my， 他们家的衣服我跟你说挂在店面啊，它的单价是算偏高一点点，可是客人可以接受哎，因为他们摸到材质之后都会这样子。很舒服，很值得买。图案也很特别，你外面不容易会撞衫，外面是撞不到的。这个领口有做到旧旧的那个刷破，对，刷破跟手袖也都有做到刷破，推荐给大家。这件上衣也要买，长度的部分 Kiki 的马鞍啊，屁股的部分全部都有盖住了，真的好穿以及好看，而且要加买。到2L的部分，上衣的话到2L是都可以穿的，没问题。下摆这边是会自然松松，不会绑屁股。对，我们这样子一整身好不好？潮流必备的棋盘格缩口棉裤你们有买，那落地宽裤是不是也要收？一定要搭配我们的这个特殊款的那个大学 T， 一整身赶快趁活动价格买起来咯。真的推荐给你，拜拜。